小家伙，你干啥？你一个人去逛街啊？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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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，你兄弟姐妹都在这里啊！前几天抓了100只鹅哈，反正鸭也养了啊，就没养鹅，反正地里面有草，先放到这里面养个一个礼拜，然后再拿到那个鱼塘里面去。这里面没水了，加点水。我发现这鹅吃饲料的话呢，没有鸭子会吃，一天两盘的话吃不完，吃草估计厉害。这鹅不知不觉就快一个礼拜了，怎么感觉好小一样呀？没鸭子长得快，鸭子一个礼拜的话呢，这个变化不一样。这鹅估计长得比较慢一点啊。把这个鹅的水搞完，搞完再去搞完鸭子，搞完鸭子又去搞牛，搞完牛之后再去钓鱼，钓完鱼之后就睡觉。这一天就这样安排的。我还有韭菜了，那是草啊。草是主粮。你看这里的鹅，感觉特别小。我都不理你，都要搞鸭子去。这鹅的话呢，不需要多少饲料，有个5包就够了。吃完这5包就直接全都吃草。今天给1包，昨天给的玉米比较多。应该说今天心情不好，给1包。心情不好就给1包是吧？心情好就给2包。跳高运动员了，怎么跳上来了？我现在练出来的腿肌，那个鸭腿肯定很好吃，特别有肌肉感。你要一停到车，然后那个我们的声音一吼，鸭子就全都跑过来了，围着你转。1、2、3，可以了。把这个玉米啊，往那边去。除草，把这个草除一下。干活的时候到了，又省了一个人工啊！这只鸭子一过去，那个草都要灭掉了。除草的好部队啊！啊，你看，这个草，胜者为王，使劲抢。这里还有这么多，把这些草搞掉。看一下你身后，想要除草，养1000只鸭，走到了，除到了。有没有要帮忙除草的？你们出玉米，我们出力。我们运鸭子过去。你看，这么一大片草，这鸭子一压，行了。啊，这个草又好，鸭子就能吃到哈。这个草的话呢？这可以，我们最近心情不好，吃1包，搞点酒糟，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哈？你看一下，这个现在没出来，估计等一下会有。压到了，压到了。
酒厂美酒糟，这个本来美酒糟的话就扛两包玉米过来，嗯，有酒糟就扛一包，嗯，我今天扛一包，不知道这个鸭子会饿疯，管他嘞，啊，明天再给他两包吃吧。这么多草，这个牛不在家给谁吃啊？要不明天割了去打窝钓鱼，走走走，还要去看牛。